请将三四六七八九六个数字填入，使表格中所有的直横算式都成立。限时一分钟，计时开始。一分钟开始，聊一下天嘛，多少减多少。对。哦，哦，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哦。哦，哎，哎，六减二等于四哦，二乘四等于八哦。哎，对吗？对吗？厉害！恭喜答对，他好强。你们这边有没有看到？一路上认为人家不会，人家就是又聪明又有体力，好吧？所以我只是长相笨，其实我实际不笨。好，有。不要误会。瞎猫怕死老真的。颜色就开始染黄来了，15000分。谢谢。一起来看看下一道题目，来。下一道题又回到令人要主答的是跟吃有关的题目。加油，好好把握，要不然今天这个分数不难看哦。我是因为长相聪明，可是其实很笨。哦，你这属于叫大愚若智，对吧？愚弱智，好吧？人家大智若愚，你这大愚若智，很笨，他外表看起来很聪明，这样。好，这道题目请出题。好。淡水特产阿给十分有名，金黄色的豆腐皮里包的是冬粉。嗯。请问阿给一词源自于哪一种语言？哦，阿给是源自于哪一种语言？淡水有荷兰人曾经在那建了一个红毛城，安摩峡，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词源自哪个语言？我可以不答吗？答不答？不答，不答，给谁？我要给。不要给柯凡哥，好像柯凡哥好像知道，不要选他。我知道，可是他是女生，我女生要异国，我要给兰波老师。哦，对，大鱼若鱼，大鱼若鱼。他们大智若愚，大愚智大愚若智。OK， 蓝波请求定位开始。他们笨，其实笨。哎，说什么？好好听到。哎，太笨了吧？哎，有在找没有？哎，没有没。没有没。不是两个尸体有没有？有二童呢。哎，但是黑白云加鬼啊。OK， 筛子啊。好，来看题目。请问阿给一词源自于哪一种语言 ？A。荷兰语 ，B， 西班牙语 ，C， 日语 ，D， 原住民语。好，简单到爆，要不要求救？不要，不要，不用求救，不用求救。答案已经出来了嘛？对。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冬粉。哎呦天哪！我觉得应该是日语。哦，日语？为什么？因为欧米亚给。对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白痴啊！真的吗？我们要给跟哪有什么关系？原住民，我里面比较熟的应该只有日语。哦，对，因为我觉得，而且其实我们的饮食跟他们有些地方有点像。OK， 不可能。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 ？C 日语，一起来看看是不是 C 来。有没有看到他那个是油豆腐？对，油豆腐。所以他的全名应该叫做是阿布拉给。阿布拉给，阿布拉，阿布拉就是油的意思了。阿布拉有没有？阿布拉给，阿布拉给就是那个油豆腐。油豆腐它只是加了一些东西，把里面放点冬粉，然后用一个鱼浆把它封起来，对，然后下去这个煮一煮，那出来，所以叫做阿布拉给。哎，全名叫阿布拉给，然后大家叫阿给，这样有没有看到？尾鱼有没有看到？有油的那个部分。也叫阿布拉，阿布拉，对，如果你坐到那个吧台有嘛，卡布里卡布里坐下来以后，跟他阿布拉呢啊，他就知道那个部位不是厨师姓油，油先生。阿布拉桑，阿布拉桑，哪有叫阿布拉桑啊？阿布拉桑，油先生啊，有叫油先生的，油先生调子阿布拉，你没听过吗？有一部电影啊，黑哥演的，所以姓油，但他也是鱿鱼那个油，有没有？哦，油啦，好，阿布拉啦，好，看看下一道题目，来。下一道题是蓝波老师要主答的操作题。答不答？操作对我来讲，觉得是非常的困难。你有机会。然后我觉得里面操作最灵活的应该是丽人。
我觉得丽人应该可以，因为丽人陷害你，丽人利己，对不对？你先要攻他，我先攻他的钱啊，最多钱对不对？我没有钱啊，我都付的。啊，我给，让他死，你加五千，你们就差五千。对哦，所以我这我好，那我给小小鱼。好，小小鱼，请准备。不相信你每次都对，连三太厉害，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这么聪明还要去当兵？哦。是辣妹，出题。哇哦！现代人常有喝下午茶的习惯，请问传统英式下午茶中，三层架上的点心要从哪一样开始拿，才是最正确的食用方法？请开始。有。哎，我也想吃。对，嗯，从哪一层开始拿？对，你直接用你的动作来做答案。从哪一层开始拿？就是要害你啊！大会会那么笨？哎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给一个正确答案。从哪里？下面这一层。然后，慢慢的。然后，这个吃掉了之后，然后再吃第二层的。哦。然后再吃。由下往上吃。你的意思是说由下往上？对。然后渴了的话就喝这个，我们知道。然后在网上这样吃上来的。嗯，好的 ，OK， 一起来看看是否是正确解答。答对，但是刚刚有一个重点没说到，是由咸的开始一直吃到甜的，但是规矩是你只要拿到第二层，你就不能再往回拿。哦，就不要再往回拿，这样就不礼貌。哦，就这样就不礼貌。对，就不礼貌。老外，你们这个太无聊了，好不好？下一道题目。好，下一道题是小小鱼要主答跟鬼月有关系的题目。请出题。台湾民俗中，农历七月三十日正是所谓关鬼门的日子。请问关鬼门这一天正好是下列哪一位神明的生日？答不答？就是基督徒，我对这个很不懂。平常拜拜，我也没有在拜拜，所以。啊！我选一个也是基督徒，丽人，他已经不知道。哦，厉害！你知道，因为我刚刚才想说，因为你知道我是基督徒，你一定会说啊，我选克凡哥或蓝波老师，你会选我。我是基督徒啊，写修嗨的哈。对，来，王丽人小姐，请就定位。来，嘎牙，嘎牙。我好后悔上一题我没有去，我还去蓝波老师找你。好，哎呦，金童玉女来了，请出题。请问关鬼门这一天正好是下列哪一位神明的生日 ？A. 阎罗王 ，B. 城隍爷 ，C. 地藏王菩萨 ，D. 钟馗。这个就厉害了。我可以求救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选择的是哪一个？三号。三号，这个是你要付出的代价，好不好？哇塞，幸运，哦 lucky 呢，所以你这一题呢，那我们去掉两个备选答案，我们还是免费的，好吧？请看，去掉哪两个备选答案？对 ，A 阎罗王 ，C 地藏王菩萨。哦，阎罗王还是地藏王菩萨的生日呢？关鬼门的时候。A 阎罗王。阎罗王，确定吗？好吧。三、二、一，一起来看看。是不是阎罗王？来，哇！哇！停！哎呦！来！我觉得我要哭了。哎呦，天哪！真的好欠你人地藏王菩萨啊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？地藏王菩萨是谁啊？我只听过阎罗王。宪哥他真的要哭了。啊、真的啊、哦，这个地藏王菩萨很有名。他们对你们的球真的很痛啊，真的很痛啊，打到哪了？都别在这里。哎，都是你陷害他的吗？他真的蛮倒霉，一会儿被打额头，现在又被球打全身。我全部脸。我只有靠脸在过生活，脸没有了我就不会工作了。说的可是，好吧，下一道题目来。下一道题是卡通题，来，请出题。请问经典卡通人物中哪一个最早出现？张作凡先生，不打。啊？小鱼。
哎、欸，他今天没有答错过哎、欸。无所谓，哎、欸，因为我一口气，因为我刚好不会的题目都可以叫别人答。答错也不扣两，扣五千而已，还有两万。他如果对的话就三万，等一下可以把他害过来，请就答题位置。要把他拱高，然后最后把他一次答弄下来，对，骗过来。小小鱼厉害、欸，好，对啊，连中三了耶，连三了。好的，请出题。请问下列的经典卡通人物中哪一个最早出现 ？A. 米老鼠 ，B. 小熊维尼 ，C. Hello Kitty， 哦 ，D. Snoopy。哎呦，好，厉害了，去问我妈妈。Kitty 或是 Snoopy 啊？应该是米老鼠或是都很久，都很久，几十年了，年纪都比我们大。要不要求救？这一题真的有难度。嗯，都是经典的。Snoopy 好了。啊？我猜 Snoopy。Snoopy，、欸、你不求救吗？史瑞克好了。你还连求救也不要。我觉得求救一下，这样确定一点就好。求救好了。求救一下，好，一二三，选择哪一个？钱那么多。对啊，一二三。一号。一号，确定吗？嗯，确定。哦，五千，去掉两个备选答案，来 ，A 米老鼠 ，B 小熊维尼，好险你有求救，好险，好险求救了，你这个不选老鼠，不幸中的大，花得很值得，老鼠老鼠，米老鼠吗？米老鼠没错，确定吗？嗯，确定，正确，一起来看看是否正确解答，来。